出什么事了？我在镇口发现一个人，他以前是国民党特务。走，带我们去。就在那边，不远了。就在前边。别动！这干嘛呀？这是带走！哎，走！哎，老师干嘛呀？这是，你们抓错人了吧？少废话！你们！你们肯定是抓错人了！别废话！肯定是误会！你们肯定抓错人了！不是你们，老师！哎呀，我说肯定是误会了！我说，少废话！人呢？你们误会了吧？你们啊！你说我，快走吧你！快走！进去！我是好人呐！你别坐下！坐好了！你说我别给我喊冤，给我喊冤没用，等我们队长回来审你。我这还有事儿呢，别动，坐好。你有什么事吗？瑞诺，成家了没？我成家，家破人亡了，共产党派人暗杀了我的父亲，我娘呢，一把火烧了张家的大宅，带着我的傻哥哥不知去向。那你没找过他们吗？听说我娘后来也疯了。你说，这一个疯子带着一个傻子能走多远呢？估计早就不在这个世界上了。我现在是一无父母双亲可以孝敬，二无儿女私情可以牵挂，无亲无故，无牵无挂，我一无所有了。要说有，还真就剩下一样，那就是对党国的这份忠诚。家仇国恨，家仇国恨呐、这国恨可以暂时放在一边不谈，这家仇我是一定要报的。特别行动处，请讲。处长，出现敌情，民兵被杀，指挥部被炸。在什么地方？四面山。
山。哎，来了，哥几个，来，哎，来来。轩儿，哎，来两碗茶。好嘞。尝尝，不错。哎，挺好，这菜不错。不错。哎，真不错。好。满勇啊，谢谢啊。听说了吧？啊，指挥部让人家给炸了。哎呦，杀了两三个民兵呢。啊，那胆子够大的了，民兵指挥部他也敢炸？可不是，听说有一个死了的民兵刚娶了媳妇，被炸的人呐，连个全尸都没有。啊，哎呦，那谁干的？人抓着没有？放心，跑不了，山里的路都封了，马上大搜查。来，吃吃。哎，来，别闹，幸亏听你的下山了。要不就麻烦了。哎，生意好了以后啊，咱们多喝。你说，加菜加菜啊！这事会不会是雪狐狸干的？如果真是他的话，那他就太笨了。你说现在怎么办？回重庆。这事儿咱们回头再合计啊！好，咱们先好好吃饭。来，处长，血狐狸和狼是不是上山了？既然他们没有在镇东茶社出现过，我们就不能排除这种可能。他们接上头了，处长，我们上山吧。不，现在敌情复杂，任何一个迹象的背后都有可能隐藏着陷阱。在没有做出充分的判断之前，我们不能轻举妄动。现在我们必须考虑四面山的爆炸和重庆到底有没有联系，究竟是敌人的一次偶然的破坏，还是背后隐藏着另外的动机。陆明、方中，你们两个迅速赶到四面山，到福陵一带暗中调查爆炸案的来龙去脉。剩余的人继续监视镇东茶社。是是。去哪儿买酒了你？哼，扫兴！哦，这样。处长，陆明刚打的电话，他们在四面山。
你不要去啊。是，先生，那我，你啊，到鬼头崖去等我，多留点神。哎，是。老康啊，孩子怎么样啊？孩子好，孩子好，谢谢先生。替身找好了吗？找好了，就是城北边卖担子抄手的刘老汉。刘老汉，无儿无女，单身一人，常年居住在这间破房子里面，靠卖抄手为生，而且经常。
曹操来喽！嘿嘿，好，哎，慢吃啊！哎。有什么情况吗？没有。其他同志那儿呢？也没有。好，继续解释。好。大爷，这抄手真香啊！买了20多年了。说这个老街坊都说我的抄手香。嗯，香。味道还好吧？嗯。哎呀，吃完了，可以加汤啊。啊，好好好。您慢用啊，啊，哎，算一卦，抽个签吧。处长，有什么发现没有？没什么，就是老头抽烟的动作，我好像在哪儿见过。在哪儿？我想不起来了。什么动作？这样夹烟。好，解释他。是。过来。你看一眼，那个抄手摊上卖抄手的人，你认识吗？不认识。你确定？确定。处长，你看，你吃抄手，来碗抄手。来，我们家这个抄手可好吃了，名不虚传，尤其这个汤好喝。来，您尝尝这个汤。好，吃完了我给你加汤。好，好，好。卖抄手了，抄手开锅了。处长，我实在想不起来，可我就是觉得这个人拿烟的动作，我在哪儿见过。牛脖子，你再仔细看看，摊上那个人你认识吗？不认识。丁四，到，你带人过去看看，把那个摊控制起来。是。怎么样，味道还不错吧？你这味道还真是不错，同志啊，听口音，你是不是北方人呐？你要给我发誓，无论如何，都要保证维农的安全。平志，你放心，就是拼了我的命，我也让。活在这个世界上。好。魏东，快跑！快跑啊！快跑！部长！快跑！快走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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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快跑！快跑！快点啊！快！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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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跑什么？我是路过的。你是什么人？为什么跟着我？少装模作样，把手举起来。现在已经不叫丁四了，我姓雷。处长，你帮我起好名字了吗？你叫雷长生。雷长生，好名字，我终于有新名字了，是大哥给起的。是长生。长生，我告诉你，你知道大哥为什么给你起这个名字吗？啊，就是想让你活得长长久久的。啊，大哥，我想好好活着，可我快撑不住了。你说什么呢，臭小子？你说什么呢，长生？你不能死，知道吗？啊，你不能死。我知道，我叫雷长生。我要活得很长很长。长生，长生，我们都不会死啊，我们都会长生不死啊。长生，长生，你不会死的啊，哥哥说你不会死的啊。处长，这是我从那个人身上拿的东西，给你可能有用。长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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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长生。长生，
没事儿，没事儿。牛 boss 今天认出了你，我们一定得想办法把他给除掉。不行，唐七，今天要不是牛 boss， 你和我可就都回不来了。现在凶多吉少的是他呀。对了，家栋怎么样？他没问题。好。啊，现在就剩下四面山一个接头地点。要是牛跛子把四面山也供出来怎么办？不可能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那儿也是个接头地点。还在默默地为你感到骄傲。我有一个勇敢的丈夫，我女儿有一个了不起的爸爸。玉梅，作为一个父亲，我欠孩子太多；作为一个丈夫，我也欠你太多太多。既然我选择你做我的丈夫，我也要承担对你的担心，这也是我的选择。启明，再给我点时间，我一定把解药给你配出来。还有那件事情，我答应。什么事情？你中毒的事，我替你保密，不告诉你们局长。牛跛子喊的是谁呀？会不会是狼？不管他是谁，这个人必须清楚。樊慧啊，你去趟江津，接上朱大顺他爹，到鬼头崖等我。是。我应该进山了。
晚上还是回来吧，孩子过周岁。啊，知道了。我等你。我回去吧。嗯。啊，走了。小心点。老康啊，哎哎哎，你是不是该回家去看看了？啊，是，我是该回去看看了。他本来就多余。这是谁呀？这不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吗？老牛啊，那天要不是你，我和狼恐怕已经落到共产党的手里了。我还要谢谢你啊。起来吧。知道我是谁吗？血红。兄弟，你干吧，我原先认识他，我实在下不了手啊。你少废话。康老弟，看在我们过去交情的份上，你放我一马吧，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。我放了你，他们能饶过我吗？命不好，只有认命吧，秦先生。
追！